好，欢迎回到来这个 Paradis 的 game。 今天玩这个 game， 你可以玩这个 game 了，在那个 Steam 那边可以 free download 了。 OK， 现在开始了啊。 Player Field， OK， 没关系， OK， 大概看一下这个是讲的。Okay. 这个 game 呢，也是很跟那个 Team Fortress 2跟 Overwatch 一样的，你可以去download咯，像刚刚讲。现在刚刚开的时候，玩这一关的时候，我又出不了咯，我就开着这个咯，这个角色。OK， 现在装一个 match 先。Select a champion. 我站起，每次都是用这个 pick， 每次它也是很好用的。我也很想用这个，这个龙好像可以飞了。没关系，我用这个。我赚多点钱，我就可以买。需要7000多吧，不到5000多。玩了两场，刚刚玩的就变7000多。Okay， 这个我要交去 level 4过了咯，我还要 upgrade 多升一个去 level 4，我是可以玩 competitive map。 OK， 开始了。 如果有人玩过这个 game 的时候，你给我讲一下买什么最好啊，这个 item show 买什么最好？对这个 pip 还是 pop 啊？ pip 对，可以跟你讲他们 ability 先呐。好 skill， 这个就是 potion， 普通安娜就是 potion 蓝车咯。然后right click 就是 exploding flag， 然后 f 呢就是weakness。诶 ,weightless, weight。然后 Q 呢就是 potion 的就是 healing potion。E 就是算是几的啦，一个魔咒这样叫做。对。然后我玩到几场嘛，我玩几场这个，所以我用这个也是蛮厉害的。所以想用这个的，在那个 link， 在那个打 hashtag pick。Get the back!
个他杀掉我了，刚这个 revenge 小感觉。哇，这样美啊！哦，我真个。没有，但是我一个时候 keep 好了，你们蛮厉害，虽然快一点点了。Spawning in 15 seconds. Yeah. 8秒钟就可以拿到一个。Three, two, one. Don't 要顶着我，谢谢。Spam space.我没有死到啊 ，T Z， top play S K C， 你看上我的这个。Double Q， 我也是 Double Q 嘞，我 Triple Q 都有嘞，上个场啊。这个，哎，我不在。Most healing, most ammunition, most solo kill, most damage. 不要选，我选不要，我选一万这个人。
中了六十，还有二。下次我要安诺有一个比较少的。安等吧。江少前边吧。我输了的在先给我也不在最后一点。
的 Flash 他 telephone 给我。被拉掉，哼，哼哼，马上要学这个招。但是出库的那个怎么样？用球。这个 3, 2, 1躲在草堆里面可以那个可以尬掉自己人。
就出来是帮我加命的嘞。假如你们知道，可以帮我加命。Victory. Yes. I use Casey. Target locked. OK， 今天的这个Paladins 就到这边结束，但是结束之前我要开个箱子，开箱子，并且怎么卡了，只是前边 Running Start 700个 ，OK 900多个，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不妨也来一下啦。什么问题的话，考虑下去。下一个影片见。那开这个，下一个影片见，下个影片见，这样，拜拜。